男的有个女的长得挺可爱的。媳妇，请人喝酒啊。那要哪成啊？我们大学生喜欢别人请我喝。别废话了，你先喝吧。你看那个非主流，不就是你喜欢的类型？要不要去找他喝一杯？算了吧，我有点儿……嗨，来都来了，而且你干掉了 A 市，又没有人认识，这么多年没谈过恋爱了，又是你喜欢的类型，这还不傻？行。新调任的组长，介绍一下，吴小慧，胡组长。大家好，以后就多多指教啦。主要负责公司旗下艺人的公关部分，小刘。哎，以后呢，你就跟胡组长的工作内容，你本身呢，也就是负责文案撰写方向，这什么？以后就是变成危机公关方向，可以吧？嗯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会就开到这儿了，大家散了吧。大家先停下手头的工作，偶像部的艺人刘贤室内抽烟被拍到了，需要紧急公关。公司要求明天12点之前一定要落实，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对策和文案方向。你还没搞啊？嗯，那我就先走喽，拜拜拜拜。青春大战记平平数着时间，下个转角你会准时的出现，和我匆匆的打一个照面的陪我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认识啊？嗯，没什么，你先去忙吧。你不是说抱一下？我的天哪！你看手机了吗？嗯？那你手机借我一下，我手机没电了。过两分钟了，已经撤回不了了。撤回不了也可以，你看到了、嗯、你有没有看我发的？
等一下，我们真的没有见过吗？